在很多戏和剧集里面，很多时候都会听到警察和贼说：快来哦，快走啊！警察，不要！警察，不要！企度！究竟这样是不是真的 work 的呢？虽然广东话是香港的通用语言，但很难保贼是来自其他国家的，例如警察，停手！咪咪，后面有声卡！警察，你接乜卡？要劈啦！警察，快走啊！还没过人怎么会先变胖呢？香港人的习惯真的很奇怪，甚至会带来不必要的误会。快来哦！老饼，你做乜唔喐啊？是你说警察唔好喐啊嘛？为了香港的治安着想，我哋 CCTVB 有以下的建议俾翻各位阿 Sir， 例如作出呼吁的时候，考虑下贼人的文化水平和修养。警察咪喐，咩就唔叫你咪 Q 喐啊，粉肠！如果不肯定对方国籍的时候，不如试下一口气讲晒佢啊 ！Freeze! Never dreamless! Never dreamless! 一开呀，铺咩地裤大神？讲够未啊？个贼走咗啦 ，sorry 咯。如果你有更加好的建议，欢迎偷偷地留个 comment 俾我哋，系咁先，抄。